先想看看团团的腿毛，谢谢花店宝贝。谢谢花店，等一下我脱个裤子啊，今天穿两条棉裤，把裤子脱掉，有点出汗了。谢谢想看团团腿毛的飞机，谢谢狐狸的星空卡，谢谢大壮，谢谢腿毛。不是，我下面穿了一条棉裤，好热，好热。不行了，我要跟他们开黑了，我们家的猪猪都在等我呢。不唱歌了哈，不能让他们等太久了。然后谢谢我雨夜哥，谢谢我雨夜哥，谢谢我雨夜哥帮我过了个任务，过了任务我就可以开双倍了。本来我还想星期五开双倍，然后自己花买背包把任务过掉的。谢谢我雨夜哥，兄弟们把大气扣在公屏上。谢谢噪音男孩 TT 的飞机，谢谢宿命星的晚会，谢谢我躲到风里去感知你的飞机，谢谢。话说我还认识 TT 呢，我跟你们说，你知不知道我认识 TT？ 你说我吗？对。我知道你站他微信了呀。是的，谢谢小飞团的王冠。改了，改标题了，你们刷新就有了。谢谢我躲到风里去感知你的飞机，谢谢。对呀，我加了 TT 的微信。TT 之前 TT 他 TT 啊，就是 TT 啊。因为之前他关注了我，他关注了我的抖音，而且我还是他第一个关注的抖音呢。抖音上面的人他就关注了我一个，那个时候他就关注了我一个，然后把我吓到了，然后我赶紧回关了。谢谢慕容爱上老七的飞机，谢谢慕容爱上老七，谢谢。但是没有怎么跟他聊过天，因为我感觉他好，就是好潮流，我就感觉跟他聊不知道聊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就跟他聊天感觉好像我平时这种土包子话语，感觉跟他聊不上，就没怎么聊过天。我也是 TT， 对呀，我也是 TT。 我要打中路，天启者在哪？给你拿个布隆。没找到。什么意思啊？你这个点很那个呀，听说你现在膨胀了，屁东现在膨胀的很，还敢点我了，我真的快快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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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以最高的速度点完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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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面是谁？要护甲了，攻击，改了没？不是，刚刚有点急了，刚刚我的公爵没有了，我的公爵，我最近没有充钱，我怎么感觉一个月，我上次才续费的公爵怎么一下就没了？谢谢养猪场厂长的晚会，谢谢养猪场厂长，我真是叫。最下面三个没改，那就很尴尬，那就是攻速就很尴尬了。
对面是谁呀、啊？对面打中的是谁呀、啊？亚索。亚索。哦，这个英雄打亚索正好正好可以打美滋滋。哎，屁东你什么意思？屁东。团爸爸，我的意思是布隆拿的好，团爸爸。对呀、啊，布隆这个英雄多帅啊！那。嗯啊。谢谢我小西吉，谢谢我小西吉。为什么要一集团？我们打得过吗？因为阿塔有你的 Q， 我们控制很多。对，一集团是的、哦。你们都加了微信群吧？你们都加了微信群吧，兄弟们。祝你生日快乐！哎，小白之前搞的水友赛有没有设置好啊？应该搞好了，我问一下他吧。好的。哟，怎么一提起小白，然后小甜酒就过来送飞机了？这你能说得清吗？这说不清哈，就这么巧哈。哦，对，真不好说这个。对呀、啊，你看这是缘分啊！你看我在这边，他那边估计直播间都没听到我说小白，然后他这边就已经直接送了。你说这巧不巧？对呀、啊，他多少有点延迟呀、啊，讲道理。对呀、啊，他延迟没有这么快的呀，他好快哦。谢谢小甜酒的两个飞机啊，谢谢小西吉的三个飞机，谢谢。真巧。等一下，传动。啊？传动。等传动。来了。啊，好，布隆先上。走。保安先上，保安先上。这个城，城，这个七星球上面怎么多个小感叹号啊？传动殿后，保安。哎，我卡。全卡了一下吧。今天会维护吗？2点维护，不维护我。啊？2点吧。到底维不维护吗？维护吧。朋友起这个朋友奇这个逼现在越来一句话我话都没得话了，你干嘛呀？而且你朋友奇你很缺钱吗？朋友奇缺，我差点杀到你，能不能给我转200啊？我笑死了。哎呦，谢谢靠近团子一点点的晚会，谢靠近团子一点点，谢谢靠近团子一点点的晚会。秒了一眼，这边什么意思？要打架？这边奥拉夫在，说要打。不慌的，揍他呀！哎，奥拉夫在这儿。哎，奥拉夫这不给他杀了？我两点就要睡觉，凭什么？这一波又没有抓到人，然后搞得我兵线也没带，我也没学 W 妞，就很烦。哎，别打架了，你们打过了吗？亚索过去了，哎，我不去了啊。走吧。我 Q。哎呦，他交闪了，算了，饶他一命。哎，这人猛，谢谢，多经验好吗？谢谢我躲到风里去感知你，谢谢我躲到风里去感知你的飞机，谢谢洛星，谢谢洛星的飞机，谢谢，谢谢小雨，谢谢小雨的三级头盔，谢谢这个逼。哎，我怎么感觉莫甘娜手变短了？乱吃兵了吗？他砍我，我 A 他，他就砍我。等我三级就来抓他。没事。奥拉夫要住下路了。在下路是吧？他这个白盾多久一个呀？他这个他走，你看他身上那个毒条，你看到没？只要他那个毒条到满就有了，他移速越快，这个盾获得的越快。奥拉夫应该刷着他们家的蓝，然后红雷刷。对。谢谢小猪皮，谢谢小猪皮的水逆推散。可以跟他打。来，这亚索也在这边哦，别被他封到了。A 不死我，被动了，他会死的。可以，不行。谢谢小猪皮的水逆推散，谢谢我大卫德呀，谢谢我大卫德的北冥有鱼啊。这大卫德你是不是本人哦？大卫德是本人吗？
奥拉夫下来了，他刷红了。谢谢大卫德的摩天轮，他两级。谢谢大卫德的北冥有鱼。谢谢我大卫德苹果味吧，是不是苹果味在上他的号哦？不像哈，大卫德最近没有怎么上号，他最近他跟我微信上说，他说他看直播被他妈妈抓到，他妈妈骂他，他说最近他远离女主播，说他最近有点亏了，有点看不了女主播了，天天在舞蹈区有点吃不消，他被他妈妈骂，对。然后他就很难受，他就说最近要养一下身子，他的身子可能不太好了，就虚了嘛，已经是的，好惨啊。谢谢我躲到风里去感知你、哎、谢谢我躲到风里去感知你。我知道我知道，我也是虚了，没办法了，要养身子，你们天天看舞蹈要真的要小心点你们的身子哦。嗯，大春说你呢，大春，大春你也看吗？ 说我吗？我不看、啊、天天看。我哎呀，六倍快乐，我这六倍快乐啊，他晚上就是六个主播间开着一起看。没有，我的天，没这回事，你压的客户端开五个网页还得开一个，你说多忙。没有没有，那你是真牛啊。谢谢我消声剑影的飞机，谢谢我字母，谢谢我字母，谢谢消声剑影的四个飞机啊，谢谢我消声剑影，谢谢我字母的飞机。大家没闪 ，nice， 这个盾怎么样？没治疗，哎呦。他这个盾就有点离谱了吧，他这个盾就有点离谱了吧，这个大，哎呦，有点针对我这个盾，他这个盾一放我没办法接 QQ 了，本来我可以接 QQ 的。谢谢我卑微，就是大招起手，不是大招起手，但我大晕了他之后他给我来了个 kill 就很难受受。 nice，他杀不了我，我也杀不了他，我也回家家了。谢谢卑微老公粉的火箭，谢谢，谢谢我卑微老公粉，谢谢小爪的超大玩心，救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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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了来了来了！谢谢小爪子，出个血血，演 A 一下呀。嗯，我出了个血血，我好像还可以出个东西。呀，鸭子带我兵线，这个坏兵。谢谢爱吃青团的香草姐姐的两二十二个星空卡，谢谢，谢谢小爪，谢谢老公粉。我不止跳舞女主播好看，看我多下饭啊！自己就吃上了吗？对呀、啊，我们的还没开始发货呢，团总就吃上了。你买了什么呀？来来来，拿个蓝，来拿个蓝。我买了三样，每个买了两份。谢谢团团喝口水的摩天轮。买一送一，黑队长。没了，这波扛住他了。等一下，明天你们今天没有加群，如果你们没有加那个粉丝群的朋友啊，你们可以联系房管加一下群，因为我们这个抽奖马上开不了了，我本来想说明天给你们送一点那个新年礼盒的。但是明天开不了抽奖了，只能在粉丝群里面给你们送了。谢谢发发猪仔，所以说你们记得没有加群的快加一下群，如果你们正好到了十三级的话，就别浪费了这个时机，在群里发吧。谢谢团团喝口水，谢谢团团喝口水的摩天轮，谢谢熔岩。呀，他这盾好讨嫌，我必须要 A 他一下。谢谢熔岩，找谁加群？找房管，去私信一下房管。哎，
哎，我去不了，我去不了，那个啥去了。这中路好像想去上路搞事情，去了去了。被放了吧，能放掉吗？我在。你能不能过来？我来，我来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可以不可以勾引一波？别急别急，慢慢打慢慢打，别急。完了。完了？怎么可能完？我呀，可以。我伤害巨高。还好我回伤了。这个人也可以杀，你们拉扯一下，我可以 Q 他。对，他没溜的。对。他想过来惩戒。我把他定住。他下两个六级。耶！为什么会被惩戒掉？守着他捡不到，我没事没事，他捡不到，他们线上没人。谢谢香草姐姐，谢谢香草姐姐。我把这个英雄如果练好了，我的中单就谁都打不爆我了，真的。我这个都是五五开，我看了的。因为没人能杀掉这个英雄。是的。有也有东西好打他，杰比较好。比如说。杰。因为杰就无脑推线，主 W 就无脑推线，杰也杀不掉的呀。不是他的魔扁盾挡不了杰的伤害呀、啊，杰所有伤害都是 AD 伤害。是的，是的，杰不好杀，因为他也没控制。你像这个还可以挡个风风。没六级，差一个兵。千万别搬我的莫甘娜呀！裂开。其实莫甘娜中路不强的，他就是稳。但是。谢谢弱智，谢谢弱智的飞机，谢谢弱智啊！出神打皮儿，回家啦，可以回家出神话装备了，哇，好开心！我怎么有三个人头了？我的天！我刚刚那个人头是一个引燃收掉的。对。因为我那个时候没有伤害，不行，我感觉这波他要推我的线，我不要回去了。谢谢弱智的飞机，谢谢弱智。你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呀，弱智？应该不会。他打龙了，他这波线推过来应该要动龙了。嗯，我来了。后头一波，走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别怕别怕，我有盾。上路不见了，完了，慢慢打。完了，为啥我被搞过去了呀？我是被 Q 的吗？完了，我好值钱啊！我这一波，我好肥。上路不见了，兄弟们，我好肥呀！他溜了，兄弟们。能走掉吗？我也溜了，走不掉了。我想等医生赶一下，你往这边靠。我是个替死鬼了。哎是。被勾到了，没有走位，没走位，没扭上。第二件直接那啥星石。好快。卢登还刮痧吗？其实阿川，你出蓝德里更疼一点，但是对面没什么肉哎。因为你要是打伤害的话，肯定是蓝德里的话，你 Q 到人 W 一烫，就是25层杀人珠，嘚嘚嘚就烫死了。嘚嘚嘚，好行动。你想屁吃呢？嘚嘚嘚。确实。前提25层杀人珠。那你25层杀人珠出啥不嘚嘚嘚烫死的？那有风起在，那还怕啥？25层不了啊，这九杠一。好家伙！你不管，你不管，我已经输了。现在说这些已经搞屁了。哎、你说你说这波船为什么死？不是因为就下路先到，你辅助不知道在哪吗？对吧？好家伙！没事，回来了。我觉得这个伤害还挺高的，因为他可以那个。他可以 Q 加上那个配合那个一套打一个那个东西，下路过不去，下路过不去。怎么又来了？我感觉我又要被你嘎。算了，再跑吧。这回我要把盾给我自己了。放盾啊！对对对。嗯。他们想拿龙，我们也要控龙。一哈斯，快一一快点！上路不见了，上路不见了，小心点，上路不见了，不见很久了。你看他多痛，他半管血没了。等一下我再过去，我就可以杀他了。
进攻。他太飘逸了。对，别急别急，我在靠。你要上，等我们上。他一直躲到冰后面。那个蓝波，蓝 buff。嗯，我去吃他个蓝。我感觉我这么多点血要嘎。回家一趟我先。他怎么吸血就满了？他除了盾弓吸血刀。呀！呀！犯规了他！哎呀，我要回家，他就直接吸回来了，丢！Oh no！ 我吸不动，我吸不血，吸不起来，他直接吸满了。谢谢呆童啊，谢谢我呆童童的四个水母，谢谢谢谢谢谢呆童儿。没事，他单线单不过我的。他跑得好快啊，这是。呀！他这个盾打不过他，我没大招打不过他。风雨起不是说帮我抓吗？一次都没来过。风雨起就嘴上说说。对，而且我被他们抓了好几次。不行，我打不过他，他一直 A 我可以回血，我就很尴尬，我一套搞不起来，我就很尴尬，直接被他吸完了，他把我血吸到他身上去了，这吸血也太猛了吧，他出一个单件装备就这么猛了吗？就一件装备他就可以吸这么快，下路辅助不见了，我的金身浪费了，我要去抓人去了，我不跟他在中路耗线了。太烦了，下路俩都不见了。风又起十个头，你动一下呀，抓一下。风又起你十个人头，你不来抓这个中单，他现在是最肥的，而且还没位移。上路也随便。中路不见了，中路不见了。奥拉夫说啥有点克下路。他是不是在下呢呀？他在下。这个人一直藏着。不露头就不打了，中路也不见了。哎，他在，他在。这人能抓了。我把兵线带了。主要是这亚索，我还有点不好带他兵线。他带兵线也很快。他这一波肯定要来杀我，风又起。我在。好机会啊！他上来我就杀他。他要过去。他知道你在那儿啊，他回头了。你想啥呢？你想啥呢？这个人吸血太猛了，要一次性搞死他。得一波秒，不然就不行。哎，闪现了，不用追了。可以啊，你这秒他还要我干啥？我走了，我回家了。这里是不是有人？去了，他们应该是去了，状态挺好的。没关系，我还大招都没交呢。他们来了，他们来了。他们来了 ，help！ 我们还可以打一波。我还有大招，打不打？打不打？等一下大船吧，我在赶